冰石啊，挺进破者，对面有个冰女，挺进破者是吧？脱了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吗？是吧？我从不妥协。我觉得这个皮肤的炫彩皮肤，这个皮肤比那黑色的还要好看呀。这个刀刃是金色的，这个很帅啊，对吧？感觉还不错，感觉比那个黑色的要亮眼一点，金黄色的，红配金，红配黄吗？全军出击，很帅，可以有。打冰女的话，我们怎么打？肯定会有谁会问怎么打？游走于刀尖之上。感觉没必要怕他，打冰女其实没必要怕他，推线嘛。打冰女其实跟打泽拉斯差不多，我觉得。他的 Q 穿刺小兵的话会延长距离了，所以说最好不要跟小兵站一块儿。又是一句阴沟的事。好，漏了两刀可以接受，螳螂打野。好，快两级了，先推线。他带的是电刑加点燃，他先二级没办法。不好杀他，刮他一波。好，漏了两刀还可以接受，插个眼。螳螂应该肯定会从上半眼区过来，他们一般会从这边过来，在这个口子插个眼就行了，一般他们会绕一圈的。像这一波我去插了眼，他就不一定会过来了。无处可藏，推线。跟他发育的话我们也是不亏的啊。当然我刚才在这边插眼，螳螂应该会从下边过来啊，人都是这样。如果我是对面打野的话，我听到了冰女的信号，我肯定会绕一圈。他这波抓上，我们继续推，现推了，不给机会，很稳，稳的一逼。好，漏了两刀，也就说这波游戏的话，我们是漏了两刀可以接受啊，25刀，有个炮车兵的话是7刀一波线。回家补一个长剑，再补一双鞋，再换个扫描，挺好，对不对？翻墙，对面的话也24刀，对面补刀跟我55开。操，本来两个都可以补的，这一波一搞两个都没补，少了50块钱，少买了一瓶药，有点难受。就不舍得用技能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用技能的话太亏经验值了，有点亏。翻墙哦，有个眼排一下，你们看到我了。翻墙来了，老弟，刮了一下 Q 点蓝，完美，还是抓到了。走，螳螂在下，小心。咱们这一波的话感觉可以直接回中，很好，这一波很赚，兄弟们，这一波节奏还是比较大了， miss 了，建议小心，现推了，冰女踢下了，哦 ，miss 了，小心啊，溜了，漂亮，不亏，这一波非常赚，兄弟们，这一波对面的话，这个炸弹人踢下来直接死了，我们继续推，差点钱。
铁刺鞭。铁刺鞭来。哎呀，炮车没补，他妈炮车补了。那个有了呀，一套和一秒，一套和一秒，有机会。但是没有蓝，兄弟们，有点难受，他们去下了。但我这一波肯定不能回家的呀，回家什么啥装备也出不了啊，欠推了，没有机会了。炮车没吃到呀，炮车，吃到炮车它不香吗？溜了，小赚。冰女也六级了，速战速决吧。戴个针眼，防止队友被干垮。冰女可能去下路了，没去。子龙不会打剑魔，确实，我觉得子龙应该把剑魔搬了。连续两把被打得有点难受啊，先插个小针眼，再推波线。嗯，无处可藏 ，miss 了呀，上路小心啊！吃塔皮了，他肯定没大的。这个冰女没大，这一波可以直接秒了，感觉。他这一波如果来中，螳螂来了，哎呀，想秒他，我操，给他回头了，我日！亮牌是吧？我操，好气啊！哟，你他妈的敢偷鸡！你他妈的敢偷鸡！啊，偷你鸡，是不是？翻墙，偷你的小鸡鸡！干啥呀？得病了。看你病得不轻了呀，给你拿。他去打三郎了。哎，我就放个技能，我又不干啥。溜了，走。先避一下，水滴血，我从不妥协。针眼再补一个针眼，有钱补个针眼问题不大。CD 鞋可以买。这一波有炮车兵，最多亏一个前排兵、近战兵，所以说不是很亏。近战兵钱多还是炮那个后排兵钱多呀？近战兵21块钱。这个后排兵14块钱，现推了。近战兵钱多，是个塔皮。还有个光辉，先把眼排了。不行，上不了，不敢去。咱俩互相发育。他这波不会又去上了吧？小心，又去上了，我得保护一下。肯定在的，好，我来了，守不住呀，兄弟！哎呦，多交了个点燃，我日！这个人不会在塔下瞄我吧？来，塔下瞄我来。
细节补刀，这把刀，你的血量其实感觉并不健康呀，小老弟，小老弟，不要装逼哦。对了，嗯，回家一下。不要妨碍我。他这个冰女这么游走的话，实际上是不赚的。你别看他杀了个人，实际上是并不赚的，看吧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一把对面根本赢不了，你信不信？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。我就看对面这个阵容，就是就赢不了了。小心，因为对面下路两个人没有 ADC， 对吧？两个没有位移的，怎么赢？压制一下 ，QAW， 是个电刑。走了，我可以走，你不用，你们不用管我。速战速决吧，吃个屎，别急。好，吃个屎，下路好像有点残，但是我如果交闪的话，我可能不一定跑得出来。游走没必要放。这个中路的话还是比较肉的啊。十级，等级比他高。意思了，又不见了，无处可藏。黑线，就直接秒了呀，就空的这两秒钟就直接秒了呀，太他妈假了。嗯，所以说得出点肉，不出肉不行。你看刚才的话，其实刚才把药卖了，买个燃烧宝石，这一波就死不掉，因为我开大还有点血，我可以跑，手上还有个闪，好吗？所以说血量还是得有，这个血量的目的是防止给对面一套秒了，好吗？这小螳螂有点过分了呀。我会撞了，炸弹人在中手，我觉得他应该没有闪现的，他如果在手的话，这一波直接越塔杀他，炸弹人肯定支援过来了，翻墙支援，翻墙支援，算了算了，别上了，走吧走吧。走了走了，冰女复活了，赶紧溜，不溜跑不掉了。推线，辅助没有闪现了。我从不妥协。辅助没有闪，这一波别想杀我。对了，亏了吧？他这波跟我换血不赚的啊！毙了，回家挺进破坏者一出，那他就不太好打了。讲道理，十一级，4-1。翻墙来嘛，有有嘛，好，哎呀我靠，好难受啊，能杀吧，黑死他，走位，感觉不一定杀得死，
等下个 EQ Q 一下 A 一下，完蛋没伤害，没事，光辉拿了头。我不敢 Q 他，我 Q 他的话，我刚才为什么不 Q 呢？因为我 Q 的话会被他一个大直接大 Q 都打断了，不能直接 Q。 我靠，他这个我等下得出个水阴血了，这个控有点恶心，在哪里？而且对面三个 AP 感觉出个水阴血还可以，收益还是比较高的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牺牲。还行，换了。哎呀，好气啊，好气啊！买个夜刃吧，1450，妈直接买夜刃了。咱们这个巨蛇这样慢点买。12级等级可以，等级不低。他10级，冰女10级，我12级，压他2级。他哪怕再升1级，还也是11级，压他1级，优势还是很大的这一把。对吧，人头比他多，补刀比他多，虽然说杀了几波，怎么说有没有搞头？我操，这也能被换，有点狠。来了，不要慌，我来了，两个头有了，狂杀有了，算了吧，剑魔太肥了呀。这一波不是这个剑魔两杀有了，双杀有了，冰女哎呦差点血，好，一个挺进他死了，他在草里可能不行，没事，在应该在这个位置，但是我不能上，这里有个眼排一下，真是可怜，偷个鸡吧，偷个鸡，偷个鸡，再来个河蟹，河蟹被吃了，夜刃可以买了，买个夜之风刃，直接闪现 Q， 万一他反应过来了，我是不是就死了？就万一呢？万一他直接一个大给自己，我就死了呀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小心这边。我来了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你们被我包围了，你妈的，这墙翻不了，还行，死不掉，他交闪了。
没啥没啥没啥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太他妈肥了。这个剑魔太肥了，剑魔十四级。我才十三级，他十四级。没有这个挺击破坏者，我死一万回了。减速他，加了点血。螳螂在下，偷袭一下，看到我了。速战速决吧。没啥机会了。他们好像没有发现我们在打大龙，那大龙有了，他们没有发现，他们以为我们在。漂亮，大龙给咱偷了呀，好气呀！艾克在吃经验，可以，十四级了，等级很高的。买巨蛇之牙还是收集者呢？这把的话，感觉买一个幽梦挺好。这把买个幽梦，因为我们要追人拉扯，所以说这把幽梦感觉性价比高一点。买个幽梦，后面一件的话，咱就买个青羽了啊！怨恨来一个，扫描没有。随便秒，这种没有位移的，就最喜欢我这种 AP 下路。对于我来说就是提款机，太好打。交了个点燃把他杀了，可以的，不亏的，直接推二塔，给压力。他们在推中，武器在推下，我推上，推了。对面血亏，一下亏三座塔。给压力，继续给压力，推塔，我有幽梦可以跑，推塔，抓不死我，抓不死我，我有幽梦，而且我还有大，这人没有大的，推塔，双管齐下，你别看他们这一波中路打赢了，但是输了，而且输得很惨，两路高地没了，输得非常惨。再把他三狼一头再偷个蓝 buff， 对面就 GG 了。好，好，可以，没事，一个蓝而已，问题不大。剑魔有想法，无处可藏。现在打的是峡谷啊，峡谷之巅，毫无意义了。巨蛇没有用，对面没有盾，对面光辉的盾不算那种盾，光辉的盾其实不算盾。不算那种，而且他炸了，他的盾在我眼里看来他就是一层膜，而且是那种很薄很薄的膜。没有中药，这两个人随便秒。
小龙有了。嗯。这把刀是我们的最爱。享受钢铁。速战速决吧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！我操，好好。嗯，上洗手间去了。大家不要受惊啊！不要。来，大龙，不要惊讶。鞋要不要换一下？咱们这个鞋要不要换个水银鞋？七十的 CD 可以换个水银鞋啊，应该没问题。对面三路高地都没了。贵贵，水银鞋要买啊！对面这空还是挺多的，炸弹人空，光辉空，冰女空。都是空，仿佛沉入了梦乡。没啥，但对面赢不了，这把赢不了。最后买瓶药结束了吧？买瓶药结束了，对面这把想翻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除非怎么样才能打呢？现在就是他们的后排全出中药，那我就没什么用了。光辉出个中药，炸弹人出个中药，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就稍微难打一点。但他们如果中药现在不出，那就没有用。但是这两个人已经出中药了，中路也出中药了，只能杀个小螳螂。翻墙，感觉还不一定打得过呢。推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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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塔。冰龙。帅啊！